好久不见，我要开始看我的吃土日记了。这次是一期开箱视频，依然也是有小裙子，还会有制服和一些小东西。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继续往下看吧。首先要开箱的部分在这里，上面这个袋子开始。这个是 baby 的那个三段 baby 豆，这条我感觉是比较凉的一款，可能是因为它定价比较高吧。因为现在就是那个消费税涨到10%，加上汇率也比较高，幸好我就是当时就是消费税和汇率都不怎么高的时候全款约的，然后还有95折，所以我约的价格算是比较优惠。我看到网上好多人把这个 KC 出掉，就很多人不喜欢 baby 这种巨大的蝴蝶结 KC， 但我还是挺喜欢的，我觉得戴上去就让我很像一个就是米老鼠那种大蝴蝶结，就很大的蝴蝶结会显得脸小，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呢？只有我有这种需求吗？然后我摸了一下这个裙子的布料，感觉是要比那个常规款的 baby 都要软一点，而且它的布料是这种有这个竖条纹的。其实我个人更加喜欢那个常规的棉布 baby 豆，就是我身上这件同款这种布料，但是我特别喜欢这条的颜色，这种很糯很奶的浅蓝色非常好看，就很温柔。然后我目测了一下，感觉这条好像要比常规的那个尺寸要小一点，这条我觉得其实还是很棒的，不过价格确实高了一点。如果你们在闲鱼有看到低价的，完全可以买，不要到时候真香。衬衫不是很搭，这个泡泡袖有点太泡了一点，不过这个蝴蝶结是真的好搭。我看到很多人会把它这样子扁着戴，好像扁着戴也还可以，但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立起来。我比的爱心像不像土豆？我直播每次比爱心他们都说我比的是土豆，这么标准的一个爱心真是不识货。然后再介绍一下刚刚搭配用的包包，也是最近买的，它是 miumiu 的一个袋子，它等我种草它的时候已经买不到了，然后前段时间在闲鱼看到有人出，价格是原价的大概3-4折的样子，然后还挺新的，我就美滋滋的买下来拥有它。而且我喜欢这种就是比较立体的空间，就是它下面的地有这么大，就放东西很容易找。它有配一个就是可以斜挎它的袋子，怎么这样背有种程序员的感觉。怎么背觉得是一个程序员，最多区别不同的就是一个比较少女的程序员。好，那这条的试穿结束，到下一件，下一个是三盒泡泡玛特。我很喜欢泡泡玛特这种就是这样子可以拉开的快递盒，就看起来很方便。拆完了，这边总共是5-8个。我觉得盲盒是我自己就是小裙子之后入的另一个难以自拔的坑，幸好盲盒的价值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这个我很喜欢，它叫雪国，
好乖哦。然后这个是这系列我最喜欢的礼物精灵，可惜它的卡片有一点弯，不知道卡片有问题能不能长身后，就这样，特别可爱，特别乖。然后这个叫派糖的 Demo， 这个我抽到了两个，有一个我要送人。我觉得这个圣诞树是真的很可爱，它是一个冷门款，没有什么人喜欢，但我还挺喜欢它的。最后还有这个叫玩雪的 Demo， 像这些都是有小配件在这里面的，你们如果是刚开始抽盲盒一定要记得不要把里面的小配件弄丢了，我就弄丢过了。好可爱，这是我的这个卡片书，有两张是弯的，让我很难过。你们觉得哪个最可爱？我觉得这个玩雪和这个礼物精灵最可爱。天哪，简直是小天使。完了，冰冷村遭遇巨大野兽袭击。先看一下包装内容，波奈特裙子，这个衣架我喜欢，防尘袋，明信片和售后卡片，有一个购物袋，比较标配的包装内容了。这条裙子名字叫樱桃点点，是当时我一见钟情的款式。然后它这里是有一排蝴蝶结的，但是现在上面没有，可能需要自己把它叠上。内衬很柔软，这一点我很喜欢。整体的做工和布料，不说它特别好吧，但是肯定是能对得起价格的。哎，好像哪里不对。好了，感觉就是大部分男孩子都会不喜欢布奈特，都觉得这个帽子太大了。这条整体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你们喜欢这条吗？虽然我一个懒癌选手，自己在这里别蝴蝶结觉得好麻烦，但是这样的好处就是，如果你要用洗衣机洗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们取下来，就不会让它们洗的时候洗变形。快递我收到，这里就裂开，然后看一下包装内容，有一个购物袋，明信片，挂在防尘袋里面带衣架的衣服，这个是几个月前预约的薄款灰蓝色，颜色这个灰蓝色我觉得还是挺衬肤色的，它不是会显得你皮肤特别白或者怎样，而是会显得你的皮肤颜色就很干净。我觉得这个发型不太合适，打算换一个单马尾。我每次穿这种西服都会有点担心自己看起来像个卖保险的。我应该选个粉红色的领结，应该会好一点。这样子我总是隐隐约约感觉自己是要卖保险的。您好，请问您需要视频直播房屋服务、房屋保险吗？
我对比了一下我之前买的厚款，我感觉它和这个薄款的在厚度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区别应该就在于就是厚款的这个布料是有一点含那种含毛呢含羊毛的感觉。最后再例行介绍一下我身上的裙子，这个是 baby 的美好祝福若草色，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就很像一个抹茶蛋糕。然后我买了一对这个蝴蝶结，但是有一个暂时找不到在哪儿，所以先戴一个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观看，然后喜欢记得三连和关注，多发弹幕多发评论，我们下次再见，拜拜。